下一步，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协调配合，共同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实现更大发展。第一是提升贸易合作水平，加快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，探讨商签更多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，充分发挥。 贸易畅通、贸易救济等合作机制作用，推动标准互认合作，鼓励阿方利用进博会、中阿博览会等展会，加大宣介力度，扩大对华非能源类产品出口。第二是深化双向投资合作。 探讨升级更多双边投资协定，提升投资保护促进水平，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和撬动作用，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，加快中阿经济产业循环流转，持续推进中海共同投资联合会建设。 第三是拓展新兴合作领域，鼓励双方加强跨境电商、海外仓等合作，进一步拓展贸易渠道、丰富贸易方式，开展数字经济发展战略、政策法规和规则标准交流对接，持续推动绿色低碳。 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项目合作，助力阿方经济多元化转型。